好的，这还没有讲圆柱坐标系统跟球坐标系统。你们在大一普通物理有教过这两个坐标系统吗？有没有教球坐标系统跟圆柱坐标系统？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人摇头啊，有人好像点头。球坐标系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球坐标系统有学过球坐标系统哦，请举手。啊，请举手。奇怪，有人举这样子，到底你们是学了还是没学过啊？啊？有学过吗？有学过圆柱坐标系统？在大一普通物理有没有学过圆柱坐标系统？没有，好大的一个摇头。今天这一届有上运输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既然教过，就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。我大概的把它提说过去而已。好，好，教过的话，那就把它当成是复习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说这是一点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 P 点，我可以用 X、Y、Z 来表示。那我也可以用圆柱坐标系统来表示 Rho、Y、Z。 那 Rho 所代表的就是它到这个对称轴的这个半径的大小。Y 呢所代表的是它跟 SY 平面上面的一个夹角，你把它投影到 SY 平面上面。那 Z 呢所对应的，你很清楚的知道就是 Z component 的部分。那你们都知道的是，对这个坐标系统而言是有三个方向，一个就是 Rho 增加的方向，一个是什么 Y 增加的方向，然后
另外一个是 Z 增加的方向。所以这三个方向它全部是两两垂直的，所以它是一个 orthogonal 的曲面坐标系统。但是这三个方向啊，基本上面是会随着 P 点在移动而改变的。 OK， 好，那你现在你唯一克 diverging 在运数，你们这一届有运数了是不是？运数一有修吗？现在正在修。哦，对，二年级上学期有，那已经教了这个了吗？都教了，那怎么转换过去课逮不紧都教了吗？有没有把课逮不紧用圆柱坐标系统、球坐标系统？怎么好像有人说有，有人说没有？啊？有还是没有？我应该去跟你们运数老师谈一谈。这是一个课程衔接的问题，是一个蛮麻烦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大一部分啊，不要讲话哈，现在是我的时间。哎，因为以前在这一段是在大一下学期的运数就要上了，所以电磁学跟你们叫做理论力学，不对，叫什么啊？理力嘛，对，理力就是你基本上面呢，就是说就马上应用过了。但是因为大一部分系的同学，他们的一下是没有运数，所以就把运数一给砍掉了。砍掉以后就变成二年级要来上这些课才能够接电磁学的部分，那造成电磁学有一些压缩的情况。所以明年开始的话，好像是今年开始的话好像恢复了，因为基本上影响蛮大的就是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，不管你们有没有学过，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三个坐标系统，这两个坐标系统，第一个圆柱坐标系统的部分，你现在你看到的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是，我们现在我们看，我如果把这个圆柱这个位置的东西，我把它做一个，我说当我把底R增加的时候，当我把R方向，也就是周的方向增加的时候，这一块小小的是不是增加出来？这个就是增加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把底周方向增加的时候，那这个是不是原来是 P 点在这里的，现在我把 Phi 方向增加的时候， P 点是不是跑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你的 P 点是跑到这里来的，原来的 P 在这里哦。OK， 那再来我把底 Z 增加的时候，我这一点在这里是不是跑到这边来？所以你现在看到啊，对不起，这一点应该不是在这里，应该是在这里。
样有没有问题？本来我的位置在这里，我现在把 Phi 方向增加，然后我把我的 Phi 我把 Rho 方向增加，然后我的把 Phi 方向增加，我把 Z 方向增加，是不是多出来的是这个的面积啊，这个体积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增加了这个体积，这边是底周，因为你把周增加了，这个呢是等于多少？周底外，这个是周底外，这个呢是底积，所以你知道这一个体积是等于底周 rho 底 phi 底 g， 你们都没有问题。OK， 同样的，我要把 dl 写出来的话，一个方任意的方向，你现在你写出来的话，就变成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底周，它是在周方向，然后 rho 底 phi 它是在 phi 方向 ，dg 它是在 g 方向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你都没有问题，那你就很清楚了。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，这个跟你的 dx 坐标系统，哎。Cartesian coordinate， 这是 dxi 加 dyz 加 dg 的 k， 它的差别是有一些些的。那同样的球坐标系统，我们说球坐标系统的部分，同样的，这上面的任何一个点，我说我的 P 点 ，OK， 啊 P 点呢，我可以写成 x y z， 那我也可以利用三个，第一个呢是它跟圆心的距离 r。然后它跟投影到 SY 平面上面，然后一样的跟这个对不起这个跟 SY 平面上面投影下来以后，跟 S 的夹角是 Phi。 另外一个呢是我把这个 P 点跟圆心的连线跟 Z 方向的夹角是西塔角，然后我用的是这三个 coordinate 来看待。Okay. 那对这三个 coordinate 来讲的话，一样的，
我可以有三个 unit vector。 第一个 unit vector 是什么啊？增加的方向就是 r 方向。第二个呢是西塔增加的方向，西塔增加的方向是哪个方向？对，这个方向，很好。然后第三个是 phi 增加的方向，把它移过来，它还是什么？三个垂直的，对，这个 unit vector。 对这三个垂直的 unit vector 来讲的话，它也构成一个什么？一个 orthogonal 的 curve linear 的 coordinate。 OK， 它基本上它还是一样的，它会随着位置而改变你这三个方向。好，那对这三个方向来讲的话，首先你任何一个向量 A 我都可以把它投影到 R 方向，投影到西塔方向，投影到 Phi 方向，对任何一个向量都是可以这样做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也是可以把它投影到 Rho 方向。那投影到 Phi 方向，投影到 Z 方向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坐标系统里面呢， dL 呢我就变成是什么？三个不同的，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沿着 R 方向增加的。那沿着 R 方向增加的话，你很明白的，你看到了 R 在增加，我就把它增加一点出去，就是 dR。所以基本上面我在 R 方向上面增加就是 dR， 把它增加出去。但是在西塔方向增加呢，当我的 R 在这里，我西塔要增加，是不是增加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我西塔增加的时候，增加的是这一个部分。 OK，这个就是在西塔方向的增加，但是这个增加这是低西塔的值，所以这个增加的量是多少？ R 低西塔的西塔 component。 OK， 然后再来 Phi 方向，我一样的把它增加，把它画下来好了，把它画在这边好了，这个太小了。到 SY 平面上面，这边是什么 R 的 sin 西塔这一段，所以这个是投影过来，这是 Z 轴，你这个是西塔角，所以投影下来的部分这是
的 sin 西塔。所以当你在这个位置上面，你要把 Phi 方向增加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什么？投影下来是 R sin 西塔，往 Phi 方向增加。那有没有问题 ？OK， 那没有问题是最好的。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是，我们说这个增加的是多少？这个是 d f i， 所以这一块是多少？这一段是多少 ？r sin 西塔。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你现在你看到你这个三个 bullet 三个那个向量的变化的部分的话，你是可以把它出来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你的 等一下，我不应该画这一点的头领，哦，也可以啊，画它也可以，这就是 R sin 西塔。OK， 所以你看到你这个balance是等于多少？这个balance就是这个是 dr， 这个呢 r d 西塔，高度呢？不是这个高度呢是 r sin 西塔的。OK， 这个就是你的balance。那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好，对这个balance来讲的话，一样的，你的 DL， 你可以把它写成在 DR， 在 R 方向，它的变化量，在西塔方向的变化量。跟在 Phi 方向的变化，所以我们说 DL 的部分在 XR 方向它是 DR， 在西塔方向 RD 西塔，在方向是 R sin 西塔 D Phi， 看有没有问题。好，如果这个没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我们把它集合起来，把它写起来。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 DL 啊直接写成 H1 抵 Q1 Q1 H2 抵 Q2，Q2 H3 DQ3 的 Q3， 当然在这里 Q1 Q2 Q3
就是一组我说过了的 Univector。OK， 所以你现在一 Q1、Q2、Q3， 如果对 Cartesian coordinate 那我们可以知道它是 X、Y、Z。OK， 换句话说，对球坐标哎圆柱坐标系统，它呢就是 r 西塔派，然后对球坐标系统，它就是 r 啊，对不起，这是 r 西塔派，这是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你这个方向都已经有了啊，底 R 底 Phi 底 Z 这些都一样了，所以 H1 H2 H3 呢，对圆柱球坐标哎那个直角坐标系统就是111，对圆柱坐标系统呢是等于多少？一 ，zo 一，对球坐标呢？一 r sin 西塔，对，所以基本上面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把它的方向把它画出来 ，Q1、Q2、Q3 的方向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它是。X Y Z unit， 所以 Z Y Z 的 unit， 然后这个是 R 西塔 Z Phi 的 unit， 所以你一旦这个知道以后，这个表是你必须要知道的，这表知道以后，接着我们就针对它把我们的轨点 diverging 跟 curve 把它转换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。